好，我是韩国诶金针菇，韩国诶金针菇，很开心这次可以在 Innisfree 官方频道跟大家见面啦！哟，这次我来担任四月的 Innisfree 呀 ，Innisfree 我爱你。所以呢，今天要由我来介绍给大家 Innisfree 的四月新品。真的超级多，然后也是我很喜欢。那这次 Innisfree 呢也会特别回馈给我们的菇粉们，只要你订阅 Innisfree 的频道，然后在下面留言，你就拿着这个画面去台湾 Innisfree 任何一间的门市，就可以免费获得小礼物哦。Yeah! 如果你们拿到礼物，也可以在 IG tag 我，然后分享给我你们拿到了什么，因为我也还不知道那个礼物是什么。期待你们的分享，然后呢我会把详细的资讯放在资讯了，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那大家应该都知道 Innisfree 是韩国济州岛的品牌，也是我的爱牌。我以前高中的时候拿压岁金一定会去买 Innisfree， 然后只会用 Innisfree，不夸张哦。如果你们有看韩综 Coffee Friends 的话，就会知道济州岛最具有代表性的特产就是 Hanlabo， 也是汉拿山的橘子。因为这个橘子的品种啊，跟其他橘子不一样，它的头顶顶端是凸凸的，就很像济州岛的一座山，就是汉拿山。然后这个汉拿峰啊，跟其他橘子相比，它的果皮比较厚，果肉也很 juicy， 非常甜，大家可以吃吃看。所以它还有一个小名字叫加了蜂蜜的橘子，也是一款非常高级的橘子哦。在韩国如果一个很特别的日子，我们有可能会送一盒汉拿崩，对，它是一个高级的橘子。因为里面有非常多的维生素 C， Innisfree 呢就把这个汉拿峰里面的珍贵的成分，利用超音波萃取技术，通通都放进四月的新品里面，就是汉拿山柑橘 C 两百系列耶！非常非常橘橘的，大家，这个系列有洗面乳、化妆水、亮白精华、淡斑精华、面霜、晚安面膜。那接下来呢，我来分享我怎么用这些产品来保养自己的皮肤。Let's go！ 好，突然没有自信，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保养节奏。那刚刚洗脸的时候呢，我是用这个汉拿山柑橘 C 亮白洁眼泡泡，我觉得它的质地非常的轻，然后有维他命 C 的味道，所以我觉得蛮清爽的。然后洗完脸之后呢，你一定要用柔肤水来整顿一下你的皮肤。现在呢，我会用这个化妆棉把柔肤水滴到化妆水的上面，这样子，然后擦一擦整顿你的皮肤。不使用化妆棉也是可以的，可以用手来拍一拍，这样子。特别是早上还没有清醒的时候，拍一拍就会有精神了。嗯，好清爽。他们整个系列都会有维他命 C 的那种味道，橘子的味道，超级超级清爽，我很喜欢。下一个是我的最爱绿茶籽保湿精华。我以前在韩国的时候真的超级超级夯，每个学生都要这个。这个质地呢也是非常非常清爽的，这个简直是补水神器，它可以快速的补水保湿，让你的脸变得乖乖的乖乖乖乖的。因为如果皮肤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大部分的问题是缺水的问题，保湿没有做好，所以如果补水补得够，让皮肤喝饱水之后，后面的保养会比较好吸收哦，不然都浪费了。再来是我这次最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汉拿山柑橘 C 亮白精华。因为夏天快到了嘛，大家一定会需要美白，然后现在就是很适合美白的一个阶段，你知道吗？夏天来之前。因为刚刚我前面有讲过，汉拿山的橘子的皮比较厚，所以 Innisfree 是用超音波的萃取技术，把果皮里面的丰富的柑橘类黄酮把它抽取出来，所以这么珍贵的成分都有放进这罐里面哦，这就是让肌肤变得透亮无瑕的主要成分。这瓶可以美白淡斑、紧致毛孔、保湿补水，是全方位的亮白精华。
他们呢？然后这个月去 Innisfree 消费满3000的话，会送这个超级可爱的袋子啊！哦，好可爱呀、啊！橘子和老风，和老风，刚刚说的和老风就是这个，超级可爱。这个我平常也要带，这样子。对，所以大家要把握这个机会啊，超级可爱。对。是然后这个月 Innisfree 呢，除了这些超级厉害的美白系列之外呢，还有一个超级可爱的联名，嘟嘟，就是蜜粉的曼陀珠眠米，天哪，超级可爱，大家，我最喜欢这个颜色，超可爱是吧？总共有6个味道哦，你喜欢什么口味就买什么口味，都是曼陀珠的经典口味，超级可爱，这个就是他们的经典的蜜粉，大家应该都知道吧？如果是韩国女生的话，包包里面一定会有一个，然后你应该也有用过一个是吧？然后这是这次联名的，一定要买这个、啊。然后这个蜜粉呢，听说今年是已经热卖了第14年，哇，有可能跟有一些姑粉们年纪一模一样。不夸张，真的是每个韩国女生都会用过，它可以当蜜粉定妆、干洗发、防身粉、屁屁。然后如果现在到 Innisfree 门市买蜜粉的话，他们会送一条曼陀珠，真的蛮好的耶。我想要给大家看他们怎么不一样，长这样子，这个也是紫色，天哪，超可爱的、哦、然后里面是一样的，好像有味道哎，葡萄的味道哦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，希望大家喜欢，我们一起变漂亮。再一次提醒姑粉们，只要订阅 Innisfree 的频道，然后在下面留言，把那个画面拿去任何一间台湾 Innisfree 门市的话， Innisfree 会送你一个小礼物，然后是送了为止哦，所以要快一点，不见不散，对吗？然后一样详细的抽奖方法我会在下面资讯栏那边写， OK 吗？大家要记得去领礼物哦，有可能是有可能是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领取之后也欢迎跟我分享，也不要忘记订阅金针菇的频道还有 Innisfree 的频道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。